啊，因为这个地方，咱就头拄啊过过第三点，大家理清出来，啊，就是讲一贯地主将来拢是规命的惯俗。那么为什么一贯地主将来规这个命的惯俗呢？当然要伊的因缘，甲伊的主要理由。一贯地主将来伊的去处又可是在倒位，所以咱这个地方啊叫做迈向快乐的蜜月家园啊。因这个地方，咱就咱个头拄啊过过第三点，大家理清出来啊，就是讲一贯地主将来拢是规蜜的惯俗。那么为什么一贯地主将来规这个蜜的惯俗呢？当然要伊的因缘。甲伊个主要理由，那么头拄来讲，现在是这个千门万教做法来时阵，每一个法门拢是讲伊是正宗，每一个法门拢讲伊是殊胜，但是有当就是根据出来无，有当有真明确，初佛教二佛啊，二佛要教三佛，伊这个传承的证据提出来无，拢是家己安尼。家己自称讲，家己是啥物做，啥物做安尼，家己是啥物个，所以今仔日个，咱一贯真理很多啊，绝对是各位互咱有信心，因为这伫个佛经记载2500年前，伫这个二佛甲三佛伊个交接，伊个所在就用得着，伊个所在就伫摩顶受记，就已经该受付2500年个代志啊，哦，所以这绝对咱就站得住脚，哦，所以今仔日。这个迈向快乐蜜月家园啊，要来向咱各位来报告。第一点就是天命传承蜜月英文，啊，天命来传承蜜月英文。那么，伊基本上真侪这个外来，虽然无了解的人，听到讲咱一贯的做事是蜜月佛，那么呢，伊就开始来提了蜜月下生经一句话来。